中华民国空军的大日子，也是国内航太产业的重要的里程碑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刚刚就由我们陆志远跟管延年两位优秀的试飞官所驾驶编号11001的新式高教机，顺利地完成了我们首飞展示的任务。我身后的永鹰代表的两个重要的意义，第一，国机国造带动了国内航太产业的大发展大进步，新式高教机的专案不仅创造了2000多个就业机会，更能够传承经验，培育出新时代的航太产业技术人才。第二，研制新式的高教机是为了要给我们空军弟兄姐妹最好的训练环境，有了崭新安全性能强的高教机，以后新生代的优秀的飞官一定能够持续的翱翔天际，保家卫国。